啊，后来就跟 casino 有关系，对不对？代表万咒之王，六字大明咒，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。观世音菩萨也有他的净土，你看他当成佛的时候也有净土。接下来 Om Mani Padme Hum， 对不对？六字大明咒代表诸佛如来的大悲心，它可以化现为绿度母、白度母，来显现所有一切的佛菩萨。所以南传、北传、藏传都是佛的正法，请不要分别。最后观音菩萨也有他的净土 Mandala， 净土 Mandala 就是他的净土。好，最后定中就会见十方一切诸佛，不管三十五佛、五十三佛，乃是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，就会在定中而出现。好，到这里是一个段落，接下来呢我还要讲几句话啊。因为《法华经》里面呢，释迦牟尼佛交给很多大菩萨弘扬。好，等一下，刚才我们不是说定中会见佛吗？对不对？定中见十方佛，对不对？可见从印度到中国、日本、韩国到台湾到新加坡、东南亚，你会发现佛教的造型也会随着历史的演变，随着众生的喜好。假如有一天马来人也都很喜欢学佛法的话，释迦牟尼佛可能会现一个马来人的脸吧，真的，对不对？那请问呢，新加坡人最喜欢哪一尊呢？就是下面这一尊会放光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各位啊都喜欢发财嘛，对中国人呢，你看特别啊喜欢找到怎么样会放光，听到了吗？各位都喜欢，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觉得金色是最为庄严，金色代表如来藏的显现，对，白色代表清净不染啊。所以你看大乘的佛像里面呢，啊，华人是最喜欢这个的，金弓强强棍呐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西藏人呢，跟呢这个啊，南传佛教的佛像就是瘦瘦的比较多。好，接下来啊，我推荐的几本书没有在讲义上，有兴趣你可以抄，讲如来受量品。有机会请你去读释迦牟尼小百科，或者由索达吉堪布翻译的释迦牟尼佛广传有上下册。这些书呢你都可以在菩提长兴订得到，或订不到都会向台湾去订。接下来各位可以向佛陀教育基金会要太虚大师的法华经讲录，2005年而出的，各位可以上网 email 给台湾的佛陀教育基金会，他书会寄来，或是你可以到净中学会去看一看有没有法华经讲录。因为法华经是 classical Chinese， 有些地方比较难懂，虽然这次我也附上了英文，可是呢假如你有白话讲记，你可能会比较容易懂。太虚大师是弥勒菩萨带来的，他曾经讲过法华经讲录，非常的好。另外一本是《法华经讲义》，由台湾已经往生去极乐净土的信范老和尚讲的，世华出版社出的，这本讲的比较深一点。这四本书我想对各位就应该已经够了吧，开了太多的书呢你是无法消化的啊。所以接下来再看《法华经》很重要，虽然讲如来受量，请专心听，再给我十分钟我就讲完所有的经文。答案是呢，释迦牟尼佛交给文殊、普贤、弥勒跟观音四个大菩萨弘扬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我再讲一遍，文殊、弥勒、普贤、观音跟弥勒这四个菩萨会弘扬《妙法莲华经》。所以请看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呢是一切如来有长子，品名号曰普贤尊，在很多忏法里面都要对普贤菩萨忏悔。那在藏传佛教，普贤菩萨就是金刚萨埵菩萨，就是温都桑婆。那你看中国的造型，重庆大足石窟雕的普贤菩萨，你怎么知道呢？骑白色的大象，看山西崇善寺的木雕的一真法界的普贤王菩萨，非常的庄严。接下来各位有机会去四川成都十方普贤菩萨，我问一下曾经去过看过十方普贤菩萨的请举手。
它是2006年才开光，那时候我是2004年的时候去，啊，非常非常庄严，代表头有十地，十个头，十方五贤王菩萨，这也象征着我们要祝愿中国大陆将来佛法会兴盛，因为四大名山都在中国这块国土上。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五贤王菩萨非常的庄严，对不对？好，非常非常的庄严。所以传统上在《法华经》或是《华严经》的感应录里面，很多会见到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。好，接下来给各位看，台湾花莲祥德寺，也就是地脚法师的道场，最近也建了一尊十方普贤菩萨。我要来之前，在8月初在商业新社校外教学，也亲自去顶礼过，非常非常庄严。这是我拍的，请看。普贤菩萨牙齿六牙为象，代表六度万客。大象能够背很重的东西，代表忍辱负重，可以走长远心，所以代表行菩萨道要长远的心。你看普贤菩萨大象六牙为象。接下来拍侧面，普贤菩萨有很多的功德，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。这个普贤菩萨手上是拿着如意的，他呢度众生，生于意业，无有疲厌。所以各位，不管讲什么经，文殊、普贤、观音三大士呢，都会悟成大乘佛法的。你要学文殊菩萨的智慧，也要学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更要学普贤菩萨的愿恨，这三个是一体的。接下来再看未来佛心弘法师。我那天头很亮啊，我非常非常高兴，对啊，所以希望各位莲友今天讲经是最后一天，要在 Temples 这边要成立这么样的庄严道场，是要在家出家一起同共发心的。所以我讲经既然快要圆满的同时，我也要感谢各位，应该像普贤菩萨一样生生世世不离不厌，对不对？希望你永不退心。我就看到你们在收讲义了，还没来结束了，还是微笑，不要紧张。新加坡人又很急啊。接下来看，大众里面在台湾也有很多的普贤王菩萨的造像，请看，这是佛光山普贤菩萨的造像。接下来看，有石雕的东南西北四个大像，代表十方。那普贤菩萨呢，在大乘跟东密是拿金刚铃跟金刚杵的。最后，这是台湾华严寺，大华严寺用木雕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三个普贤王菩萨是木头雕的，非常非常的庄严。所以佛像假如很庄严的话，大家可以升起广大的功德，而且可以累积很多的福德资粮，你见到生欢喜心，你也会精进修持。好，接下来再看，这是壁画的普贤王菩萨。好，这是东密唐密造型的普贤菩萨，你看到你会感觉跟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不一样，可是日本人就是喜欢东密造型的，韩国人也是喜欢这个唐密造型的普贤王菩萨。接下来看日本的普贤王菩萨，他走的时候会大力六变震动，天运大宝莲花。所以普贤菩萨是非常了不起的，在所有的忏法里都要对普贤菩萨忏悔。接下来在东印里面八大菩萨也有这个普贤菩萨。好，最后看藏传佛教金刚扫帚菩萨，释迦星的本尊就是普贤菩萨的密教的化身，它是白色的，还有念金刚扫帚白净明。好，接下来介绍文殊师利菩萨。文殊师利菩萨就是五台山文殊渡海图，文殊成为诸佛般若波罗蜜的老师，骑着青色的勇猛狮子，手拿智慧剑，左手拿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。所以各位，不管你学任何法门，最后你都要拜普文殊师利菩萨当老师。请看五台山戴罗顶的文殊师利菩萨。
所以给各位这样苦口婆心看，你可以看到好像从印度到中国到东南亚，对不对？那你多看一些，多听一些，多学习佛法，你的心量就会打开，你的想法就不会这么狭隘。再看东密造型的文殊师利菩萨，上面有嗡阿吽，嗡巴扎巴扎那帝。西藏人原罗巴每天也都念文殊心咒，你不念文殊心咒，你是不能通达经文的。而台湾呢和东南亚哪时候会呢拜文殊菩萨呢？小朋友考试之前请文殊菩萨抱一下裹脚吧。假如有机会你到五台山大显公室，清凉国师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，亲自住在这里，写过华严经书钞，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文殊殿，传说有香港一个人捐了好几百万港币全部赌金的。你看真正的佛弟子是很发心的，为什么他的福报广大？为什么呢？传说这尊文殊师利菩萨铜鎏金的曾经亲口讲话过，背后呢是行劫千佛，所以在五台山你可以看到显密圆融，有拉玛仁波切，也有大乘的法师。在四大名山里面，显密圆融最具体的就是五台山。接下来看藏传佛教的五方文殊，代表五方文殊的智慧。西藏人是用金粉花的唐卡的，非常非常的庄严。接下来你看藏传佛教还有语文书，也有白文书，看起来像动物，但是对佛菩萨有千百亿化身。最后王文书，最后是印度宗萨仁波切的铜鎏金，两层楼这么高，全部镶满宝石的文殊师利菩萨。在西藏人没有一个人不念文殊师利菩萨的咒，因为你要念咒你才能够背懂经典。好，最后看一个现在很 Q 的现代版文殊。这是日本的话，对呀、啊，现在度众生吗？度小朋友，因以何身而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那你要度小朋友，你就很 Q 版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所以小朋友喜欢这样的文殊师利菩萨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知道佛菩萨是独有形象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最后我总结，谢谢各位，这次讲经给各位建议：般若为导，持戒为根本，是观很重要，为枢纽。希望你今生，今生生命结束的时候，要发愿求生净佛国土。不管你要去见释迦牟尼佛，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东方药师佛，乃是西方阿弥陀佛，乃是你发愿要跟着观世音菩萨，或是文殊普贤、观音、地藏、八大菩萨都可以，但是你应该发愿去佛的净土，只有亲近佛，你才会永远不会转。好，老菩萨，请不要讲话好吗？最后感谢三宝，跟感谢一切人事物。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来到这么庄严的时光福利协会，尤其这次在做药师法会我第一天进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感动，所以要感谢三宝，感谢我的父母教育我。虽然很抱歉这几天刚开始呢我有点没声音，我今天要讲到差一点失声的声，是声音的声，但是我真的很欢喜，我内心里充满了法喜，为各位讲妙法莲华经。法华经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，就像大海呀、啊、无量无边，事实上用恒河沙数的劫呢都讲不完的，但是我相信我这几天讲的的的确确是大海里的一滴水，绝对是来自于佛的真实语。所以我要感谢三宝，也要感谢尊贵的宝藏大和尚慈悲允许我来弘法，也要感谢普恩法师，还有阿咪，还有所有的干部，你看他们站在旁边就像福禄寿三尊一样站这么久啊。所以干部是很辛苦的，他们白天要卖菜，下面餐厅，也感谢大家，所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谢谢他们。
谢谢各位，不管你是有头有尾没中间，还是三天都来，还是最后一场来，我都很欢喜，因为起码你在百忙当中你愿意来听闻佛法。我们修行是多生多劫的，不是只有一世，所以希望各位做一个如理如法的佛弟子。我讲完经也快要一个月，我记得我九月就出来了，飞往马来西亚文法一个月，现在新加坡有一个月。新加坡非常好的，有很有福报的国家，但是 according to arrival visa 只有一个月。一般呢来这边看朋友 shopping 讲经看经，一个月就该滚蛋了，所以我要出境了。我要去耶和华路讲另外一场法华经安乐行品要义，所以我非常的感谢各位，一样精进精进再精进。生命真的是很短很短，有时候我们会想，再举个例子哈，以师父的例子来讲，我今年45岁，对不对？看起来老了。假如呢我再活30年的话呢，就是75岁。假如我活30年的话，1/3是睡觉的，对不对？1/3呢要教学，要讲经，要应付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现在做师父也是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大乐的法师里面呢，要敲钟，要礼咒，要讲经，要弘法，要带共修，还要咨商辅导，所以大乐的法师是很辛苦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有一个大悲愿心，行六度波罗蜜。佛教里面需要在家出家很多的人才，所以我不敢说我很好，但我一直都很努力，因为成佛是非常的殊胜，法也是很尊贵的。所以在这里呢要感谢的人很多，希望各位大家好好用功，不要呢今天听得很高兴，过几天呢就把它全部都丢光了，那太可惜了。我刚才说我45岁，再给我活30年，10年我就睡觉，10年呢我忙其他的事，再10年呢可能诵经打妄想一下呢，甚至5年吧，5年有的时候还要伤风感冒一下，那真的只剩2年半了。可是我们平常不这样想，这就是你没有听佛法。师父举我自己的例子会比较好，因为举你的例子呢你都不高兴，师父的暗示什么。其实你想想看，我45岁，对不对？再给我活30年，75岁，事实上我真正用功只有2年半了。轮回是很苦，你还有时间去加拉加拉吗？当然你喜欢加拉加拉，发愿去圣地很好，圣地会升起功德，老菩萨也不要怕辛苦，只要有这个愿心，佛菩萨会顾念你，对不对？那再请问，来我调查一下啊，60岁以上的老菩萨请举手，举高一点。好，70岁以上的请举手。好，无量寿。75岁以上的请举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70岁的以上请举手，再举一次，70岁以上。好，60岁以上的请举手，举高一点。好，不要放下，举高一点，举高一点。老菩萨，你一只脚踩进棺材里啦，你还不用功啊？这是真话吗？是不是呢？所以希望各位精进精进再精进，在家出家，对于正法的道场应该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没有钱没有力也应该真正的身随喜心。好，最后我们念极乐净土回向文，这次讲座就到这里嘛。你看第6页 Page 6，请看，新加坡莲纳张主院亲自弘一大师亲笔所写的《愿我灵愈命中时》，待会我们一起念，慢慢念，希望你观想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或是观想所有的这个众生往生无量方光佛刹。念这个发愿文，狭义的说，你可以去西方极乐净土；
广义的说，十方无量的佛国土你都能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华严经经中之王的经文，所以希望各位将来临命终的时候呢，你能够修到有一天啊，莲池海会亲自来接引你，就像敦煌壁画一样，那就恭喜你，生生世世所受的苦呢就值得。将来你继续成佛的时候，就会道驾慈航，广度众生。请合掌啊，一起念，慢慢念，不要急，不要念错。观想所有你的诸佛菩萨放光加持，所有无量的众生一起发愿，一起念：愿我明欲令风时，尽除一切诸障碍，念见彼佛阿弥陀，即得往生安乐刹。我既往生彼国矣，现前成就此大愿，一切圆满尽无余，利乐一切众生界，彼佛众会前清净，我时离圣莲花身，亲睹如来无量光，现前受我菩提记，蒙彼如来受记彼，化身无数百俱之，自力广大遍十方，鼓励一切众生界，乃至虚空世界尽，众生极业烦恼尽，如是一切无尽时，我愿究竟恒无尽。我此普贤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为相，五愿成命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愿经彼佛发愿，修持功德，为师有情，四恩总报，三有情之，法界众生，同言总至。翻过来到第十页第十七行，一起念：愿生西方净土中。希望现在我们先来活着，但是也希望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眷属能够生到净佛国土莲花化身。一起念：愿生西方净土中，求彼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五类菩萨为伴侣。好，这次讲座三天终于圆满了，谢谢各位。佛法师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阿弥陀佛。你们得到什么？哎，得到法听我法师讲法好不好？好。在鼓掌上声一点。还有啊，他说西隆法师他才说他45岁，再过30年多少岁啊？他不是也红字都歪在都发了。你再说西隆法师有红字，你的头像都歪在都歪，等一下你们做头条把这些捐给西隆法师的基金好不好？非常的荣幸，而且你也以为第一次都有福报啊，这次来邀请我们伟大尊敬的这个修罗法师啊，为大家讲这个成佛之路大圣宝最经典《法华经》啊，非常的殊胜。我们再一次邀请修罗法师明年再来我们佛教文化中吧。多少年？哎，你不是会成佛吗？成佛了，他等我邀请多一点，让他们多30年，一花
在点灯的时候，把这个灯的功德讲给大家听，把这个灯的功德回一下给一切众生。所以这些众生包括什么？无尽的众生，你们是观众，无尽的众生，听众，所以听观众要求，听无尽的听众都要求。心佛法师讲究六道众生都来。这个磁场，这无常的磁场非常的出众，我不怕你出家不怕，要请他略微讲经，有内涵有修持的法经，把经文体会分享给大家不容易，所以应观众要求，应无形众生的要求，沙掌一握。自问自答嘞，等一下啊，可以啊，我谢谢法师的邀请啊，我会放在心里。那我先暂时回答，再看姻缘喽。姻缘注定主。我想啊，他是说他是声音的声，他把卖身契卖给慈光教主，他不杀他。我干嘛？下次请我们法师来讲法华经干嘛？问财好不好？我以他卖身契，卖给慈光，杀他一足足与我要知足常乐。好啊，我想可以暂时公开啊，明年我还会来讲《大乘庄严宝王经》啊，应该是 Part Six 啊 Five。三四对，就是 six， 哎，也就是说我起码还有两次会把《大乘庄严宝王经》六字大明咒给讲完。那明天，好，我在时间排得好吗？我会先第一个来慈光福利讲堂。啊，非常的美丽，好吧？啊，因为我慢慢老了嘛，啊，所以不要拉力太多。哎，然后呢，但是我这个人如果答应的话。我不睡觉长青春痘，只要没有往生，我一定会搭飞机来为各位讲。那至于要讲什么，我有在想，或许讲《法华经》第十四品安乐行品，或是呢要讲其他的经论，只要我能够做得到，哎，我会尽力为众生说法，这样可以吧？好吧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可以吗？那今天讲座就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好，请继续吧。阿弥陀佛，各位晚安。